啊，这特别介绍一下，啊，这个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就是阿弥陀经，玄奘大师翻译的，啊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有16位尊者，列的有16个人名字，啊，玄奘大师翻的只列了4个人。 啊，那么这是梵经人，啊，我们晓得《弥陀经》的原本，鸠摩罗什翻的跟玄奘的翻应该是同一个原本，啊，这个里面的意思是大同小异，啊，那么这是声闻中的上首啊。 啊，声闻中解释大阿罗汉，那个大字，啊，大比丘大阿罗汉，那个大字是个关键，当然大乘，小乘阿罗汉，啊，是小乘四果，那大乘阿罗汉呢，是法云地的菩萨，因为阿罗汉翻成中国的意思叫。 无学，就是他所学的课程学完了，毕业了。啊，小乘无学，这称阿罗汉；大乘无学也称阿罗汉。阿罗汉就无学的意思。啊，但是大乘无学了，是实地菩萨、法云地的菩萨，啊，称大阿罗汉。啊，所以这是《大乘经》，你看到大阿罗汉，那个意思就不一样。 我们接着看底下，按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句，啊，这个句子本为菩萨坦德，啊，这个两句话原本是赞叹菩萨的，如《密集金刚力士经》云：“于大比丘众。” 42000句，菩萨84000，一切大圣神通已达。啊，这是参考佛在其他经上呢所说的，说经此经中以赞叹菩萨功德之语，以赞声闻。啊，底下的话要紧。 正表此等常随身众啊，本法身大士，引本垂集。啊，这些人什么人呢？中国古人所说的好，说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，跟唱戏一样。这一个人唱主角。 那其他的配角没配角，这个戏就唱不好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成熟了，他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唱主角。啊，那配角呢？啊，配角可能是他的老师，可能跟他一样的，都是成佛，古佛再来呀！啊，真的啊！ 大乘教里面，佛跟我说出来了。舍利弗目犍连，久远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是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会，到这来的临时扮演一个角色，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真的是大神。 都不是小圣了，啊，像等觉菩萨、实地菩萨太多了，啊，所以这一会呀，哪里有凡真的凡夫呢？啊，还有佛当年在世的护法，对在家的居士也有很多诸佛菩萨再来的，啊，弘法护法了。
都是内行人呢、啊，不是内行人不行啊！啊，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，当时印度这个地区，这个居民福报之大，感得诸佛菩萨降临。为众生宣说妙法了啊！特别是这个法门呢、啊，戒引大众，一生圆满成就啊！这法门到哪去找啊？所以这些本来法身大士，就像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他们引本啊，自己本来的国位隐没了啊，垂即是表演啊，在舞台上扮装一个角色啊，引本垂即，或者呢，他方甚众。祝福弘化为影响中，这个也有啊，他方世界的佛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实现成佛，也来凑一场热闹啊，来扮演一个角色啊，扮演什么角色不一定啊，有扮演出家比丘的，有扮演在家菩萨的，那一点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，都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，啊，这叫做影响众、一切大圣呢，这直接本地本是究竟菩提之人，这个究竟菩提已经证得妙觉位的了啊，华严经菩萨最高的这个位置妙觉，比等觉还高一级啊，这究竟菩提神通已达者，这是是全集神通变化啊！他在这一会里面，他是声闻的身份啊！你看看前面四个是证得阿罗汉地位的，阿难是粗苦。虚陀洹啊，这是表演的角色不一样啊，游戏神通啊，来此图苦啊啊，他们这些人跟娑婆世界众生都有缘，没有缘的不来，都有缘啊，所以众生有感，他们全来了啊，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，故知所列之声闻中，皆是大权实现，助我世尊开显净宗法门也。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，所以读经你不能不了解诠释，不能不了解影现啊，影本现即，这个垂即就是现即。纵观五圣啊，这个个别介绍完了之后，这在后期来讲，我们看前面这五位。
了本际，这是巧成如存者，为了知其久远之本际，故熟略之。啊，了是明了，本际就是本性。啊，了本际就是我们中国一般人所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见性成佛，见性是真佛了，不是假佛了。啊，见性之人，他脱离十法界了。啊，在十法界界限里面，那没有觉悟，没见性呢，见性就脱离了。他还留在十法界，那就叫大权实现。啊，就跟这些人一样，迎本垂基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诸位一定要知道大乘经上佛常说，相随心转。境随心转，你那个心一转，他就是化身菩萨了，化身菩萨的身相。大乘教上我们看到的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啊，他居住的环境，十报庄严土，一真法界不是秽土啊。啊，那这些明心见性的人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当年在世跟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们看到他好像跟我们一样嘛，没什么差别呢，不一样。我们肉眼凡夫看佛菩萨都是肉眼凡夫，那佛菩萨看我们，通通是佛菩萨。哎，个人看法不一样啊！啊，为什么？诸佛菩萨看我们自信的，你自信是佛。我们看佛菩萨是不见他的性，只见他的相啊，着了相啊，啊，所以他跟我们凡夫没两样啊。啊，每一天吃饭，这个到外面去托钵，你要给什么吃什么，这我们看到的，我们没法子理解他了，啊，他到外面托了个多饭。这个饭不是很好吃的啊，可能是乞丐，人家乞丐到外面拖了一点东西，但阿含经上常常有啊，这饭什么馊了坏了臭了啊，乞丐很可怜，讨了这点东西，看到佛，佛有福报啊，这个拖了一波饭供养佛，他修福啊，啊，佛也很欢喜，当面把它吃掉，给他祝福。那这饭一般人吃不下去的啊，佛能吃下去。佛吃的是什么味道呢？天厨妙供。为什么？境随心转了。乞丐那个心是染污的，他肮脏啊。到佛的时候，佛身心清净啊，他那个东西就变成最好的东西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神通妙用。那，我们看到佛住在坐在菩提树下，底下菩提草在那打坐。啊，菩萨看到了不是的，
上面有宝盖，下面金刚宝座。啊，佛的身相不是三十二相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他看到这个，境随心转，相由心生。啊，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得多了，逐渐逐渐体会到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是乔成如尊者代表明心见性，在这个经上，那就是这个经是一生明心见性的经典。那我们这一生确实没明心见性，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性。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啊？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？列在第一位，让我们升起信心，啊，对净宗升起信心，升起愿心。身子智慧第一，身子是舍利弗，表弥陀之佛智，不思议之，不可称之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能，最上圣智，这深光无涯了。啊，这代表是什么？代表自信本具的圆满般若智慧在哪里？在这一部经上。啊，我们要想把自己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开发出来，啊，这经就是有个方法。啊，这个智慧正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。啊，这里面讲的五种智是如来本具的智慧。啊，说如来就是说我们的自信，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这五种圆满智慧，这五种智慧留在后面经里面再讲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加以这个注解啊，后面有。末莲之神通第一，显游戏神通之誓愿。菩萨在因地里头都发过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啊，要度众生，你没有能力也度不了，有智慧还得有能力啊！能力在此地显示的就是神通，神是没有障碍呀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种无碍，啊，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，这神通，通是通达，啊，合起来，无障碍的法界，啊，你才能够普度众生，才能把你因地上发的这个四弘誓愿，你能做到。啊，在这个六道，
在设法界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能现什么身？啊，现身无碍啊。应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觉悟？啊，这就用什么方法。身不是一定的身，法也没有定法，活活泼泼。啊，像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啊，菩萨现身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他自己没有身，啊，众生喜欢什么身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啊，众生希望，啊，佛来度他，或者是菩萨来度他，哎，他就随着你的希望现身，啊，你欢喜。这就容易得度，啊，不欢喜就难了。啊，大隐光，这是迦摄尊者，大迦摄。啊，显弥陀殊胜光明，无不照见光中极尊佛中之王。这两句话是世尊。对阿弥陀佛赞叹到极处啊！我们知道佛佛平等啊，在平等法里面，世尊对阿弥陀佛还这样赞叹啊：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大眼光，过去啊。九十一劫之前，以黄金供养佛，啊，给佛的像贴金呢，感得九十一劫的金色光明，啊，取这个意思，啊，显示阿弥陀佛。殊胜的光明啊，又迦摄是宗门初祖，阿难为二祖，在禅宗里头啊，禅宗是释迦牟尼佛传给摩诃迦摄的啊，迦摄尊者。再传给阿难，阿难是教下的初祖，禅宗的二祖。啊，二六乔成儒表当人本际，本际本性啊，啊，代表我们自己的本性。舍利弗呢，表众生本具的智慧。经上讲的五种圆满智慧啊，目连皆众生本有的神通，你看通通是回归到自信啊，荧光表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啊，这两句话是禅宗的啊，灵光就是自信的智慧啊，根是六根，尘是六尘，啊，迥是圆，圆圆的脱离了六根六尘，这就是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庆喜表庆快生平，心心相继。啊，遇到佛法欢喜，信受奉行欢喜。啊，证得无上菩提欢喜。啊，念念相继，
正法常住世间呐、啊，永远不断呐、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法运宗了的时候，这一万二千年呢，啊，实在讲时间并不长啊。啊，一万两千年佛法宗旨、宗旨、宗没有了。下面一尊佛，第五尊佛，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。啊，什么时候下来呢？念了这个注解上也有，五十七万六千年之后，弥勒菩萨才到这个世间来成佛。现在就有人说弥勒菩萨已经掌天盘了，已经说那是假话，那不是真的啊，没这个道理啊。时间怎么算法？算斗率天，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，这时差很大了啊。斗率天一天，人间四百年啊，一年呢也是像我们一样，因为它算圆周嘛，度数吧，360度啊，360天一年啊，它的寿命多长呢？4000岁啊，斗率天的4000岁啊，你慢慢去算吧，算出这个时间和我们这个时间是57亿6千年啊，那个时候才来，这当中很长的时间没佛法，没佛法人很苦啊，是吧？所以佛慈悲到极处啊，没佛找个代理的佛来啊，有个代理的佛，这代理佛是谁呢？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度众生比佛的时间长多了，释迦牟尼佛度众生才一万二千年了，你看看地藏王度众生要经历多少时间，凡是佛不出世通通地藏菩萨代表啊。所以地藏经一开头你看那真热闹啊，这个经比不上，华严经也比不上，十方一切诸佛都来了，都来参加法会了啊。为什么？那些十方诸佛过去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啊，学生不忘老师的恩呐，老师今天开法会怎么能不来呢？啊，成了佛要来庄严道场啊，所以地藏发挥了个庄严是无比的殊胜的故知一部大经正是复法传心，这四个字重要。我们今天接受的这个经本，就等于是释迦牟尼佛把无上的妙法传给你了。啊，这个复法是阿难传教的，啊，传心呢，就是禅宗的迦叶尊者。啊，这一部经给你，法跟心都传给你。那就是宗门教下了，通通都传给你了。一句名号直显本来面目。啊，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常寂光啊。
无量寿啊！啊，这句名号在《弥陀经》上，佛说明他的表的意思是无量光、无量寿。啊，无量光是常寂光啊，无量寿是不生不灭。啊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说的，何其自性本无生灭。啊，本无生灭是无量寿啊。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谁认识？念的人很多啊，不认识啊。真正认识了，你就会死心在这一句佛号上，你真的是万缘放下了啊！这一句佛号就是你的本性，就是一切如来所说的经教啊！这个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一点都不假了，说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分析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说无量无边的佛法，最后总收缘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总结了。于此见得，实称待觉之户啊！这是祖师戒引禅宗的学人一种善巧方便，要晓得。啊，祖师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好像是永明延寿说的。啊，对的，《四料简》里面讲的，永明延寿大师，禅宗里头大彻大悟。啊，回过头来专修净土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他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啊，净宗的六祖啊，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你看，先那个时候禅风非常兴盛嘛，啊，瞧不起修净土啊，他来做表演啊，先修禅，禅里面大彻大悟，再修净。啊，这个意思告诉人什么呢？净比禅还殊胜。啊，怎么可以轻慢呢？啊，所以他劝那些修禅的人，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待觉户啊！啊，你修禅再修加上净啊，那不得了，本来是老虎，老虎长了角了。劝学禅的人知道他不是禅宗的根性，他迷在禅里头啊，他开不了悟啊，他也得不了定，用这个方法来引导他，戒引他，你叫他直接舍禅啊来修净啊，他不甘心不情愿啊，他不能接受啊，用这么一个善巧方便啊劝导他了，而且自身呢做榜样啊，于此见的，那就像中峰禅师
啊，你看中弘禅师给后人编了一套三十七念的法本，那是他的编著啊。他里头有一句重要的话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净土即此方，此方即净土。迷，你就见有生有灭。悟了之后，就不生不灭。迷悟不同的一个境界，境界没有迷悟啊，迷悟是我们自心的啊。那么事实上没有生命啊，所以这是祖师大德劝导我们，但当莫执念去，便是无上生禅。无上生禅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。一心持名，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即是无上深妙禅，好像也是在大寂经上讲的。无论定持善念，决定功不唐捐啊，定持就是定课啊，善念不是在定课上，随时念佛。这个善念不是散乱心啊，散乱心念佛不行啊，要一心啊，要恭敬心去念佛啊。这个善就是指不是定课的时候啊，我们定课是早晚课，不是定课的时候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佛号不中断了啊，这叫善念了啊，决定了功不唐捐。这些话都是老居士从经文祖师大德语录里面揭露出来的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本经先列声闻，后仗菩萨，仗是显示出来的啊，先声闻中，后面是菩萨中。正如佛地论第二的第二卷啊所说的，先说声闻，后说菩萨，声闻中者尽对世尊亲受化故啊，又诸声闻常随佛故，形同佛故，是故诸经都是先声闻后菩萨啊。这是讲这个表法的这些大众啊，他们先后顺序做一个简单的交代。声闻是没有开悟的学生啊，虽然得定了啊，阿罗汉是得定，九次地定证阿罗汉果啊，没有大彻大悟，没有明心见性啊。我们知道他只是把见思烦恼断了啊，《大乘经》上常讲，六道里面
三界，啊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88品见惑断了，正小乘出果，须陀洹。再把见思惑，啊，思惑是81品，分配在九地，啊，每一个地是九品。981品四惑，啊，四惑断尽，四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五大类，啊，所以这个疑啊是很严重的烦恼啊，啊，怀疑，对什么来说的呢？对圣教来说的。啊，你怀疑释迦牟尼佛，怀疑佛的经典，怀疑佛的教诲，还有一个怀疑自己。啊，自己造作的罪业太重，我这一生能成就吗？这个念头都在疑这个词里头啊，这是很严重的烦恼啊！啊，贪嗔痴慢疑断掉了啊，这三界88品统统断尽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六道好像做梦啊，你这个一断了。梦醒过来了啊，永嘉大师讲得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醒过来了啊，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法界，还在梦里头，所以六道是梦中之梦。那从六道出来之后，从梦里头那个梦醒过来了，啊，还是个梦，啊，还得要把这个数量就很多了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分别，分别比执着要轻啊，但是很难断。为什么呢？它太多了。你看这分别念头，前念灭了，后念生。分别叫做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，太多太多了，起心动念都在分别。啊，分别烦恼断了，这是菩萨了。啊，所以在四圣法界里面，我们知道声闻断见思，但是有见思的习气啊。辟支佛呢，把见思习气断了，他有尘沙烦恼啊，他把尘沙烦恼断了，他就成菩萨了，又升了一级了，他有尘沙的习气啊，尘沙习气断掉了，这成佛了，设法界里面的佛啊，设法界最高的位置了啊。虽然成佛了，他有无始无明烦恼啊，就是起心动念，他必须把无明烦恼断掉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
这个时候真的醒过来了，四圣法界没有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啊，所以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啊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它出现是什么境界呢？一真法界。啊，为什么叫一真？这个法界里头没有变化，十法界里头有变化，这法界没有变化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分别执着，变化是从分别执着产生的。啊，连时间空间都是变化，所以到一真法界里面，时间空间没有了。啊，时间没有了，先后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距离没有了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一真法界，这极乐世界哪里？就在此地。啊，阿弥陀佛成是什么时候成佛的？就在当下。时空没有了，啊，这叫真成佛了，啊，天台大师讲，十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即佛，啊，超越十法界呢，真的分真即佛，分圆分，他没圆满，为什么没圆满？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就无始无明没有了，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有。啊，这个习气不好断了，不像前面，前面是见思的习气、尘沙的习气都好断，啊，都有对治的方法，唯独无始无明没有对治的方法。你一有方法，一对治的话，马上落到妄想分别之处，你全都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古大德讲是无功用道。就随他去吧，啊，绝对不要去理他，绝对不能够起心动念，啊，这个习气呢，慢慢自然就淘汰掉了，啊，这要多少时间呢？经上讲，三大阿僧祇劫就没有了，啊，所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是对什么人说的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，一般人说无量劫，对化身菩萨说的，就是圆教初住啊，你哪一天明心见性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，从这个时候算起啊，要经历三个阿僧大劫啊，阿僧祇劫，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自然就没有了。所以在一真法界里头，佛说有41个阶级啊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啊，等觉41个阶级啊，这41个阶级从哪来的？从无明习气后波，从这来的啊。无明习气没有方法能断，你一有方法，你看你一定起分别了吗？起执着了，你就往下堕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起心动念，那个境界里确实做到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，41个位次平等的，不但41个位次平等的，跟究竟佛果就妙觉位也平等，真平等啊！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初住菩萨刚刚觉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就有能力在十法界众生有感，他能应，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能现32相80种好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他就能现佛身啊，应以菩萨身得度，他就能现佛，他什么身都能现啊，他什么法都能讲，他没有障碍啊，跟
妙觉位有没有差别？真的是没差别。啊，你看在起用上，啊，自性化的没有障碍，啊，唯独不相同的就习气没有完全脱掉。啊，所以有一真法界。啊，那个境界里面，你得的身相永恒不变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没有生老病死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变化了。啊，那个世界里都没有。啊，树木花草没有什么春生夏长秋收，没有。啊，花永远是那么茂盛，永远是那么美丽，啊，永远是那样的芬芳。啊，山河大地它东西都不改的，永恒的。所以这一真它没有变化了。啊，所以要知道变化是从我们心，我们心有变化。外面境界统统有变化，所以人入定的定中啊没有变化，定中的境界呢没有变化，所以定中能够看到过去，能够看到未来。啊，因为你没有变化，你可以看到外面境界的变化。啊，但你没有时空了，你可以到过去，你也可以到未来。啊，所以定法神通啊，啊，就是你的德能透出来了，啊，的本能透出来了，啊，那么那个一真法界是真的吗？其实不是真的，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，啊，是什么呢？无始无明习气变现，哪一天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？这个境界不见了。啊，不见之后什么东西现前呢？常寂光现前了。常寂光是自己的本性。完全回归自性。啊，常寂光这里面你看不到物质现象。你也看不到精神现象。啊，一片光明。啊，所以经里头有四个字形容它，大光明藏。啊，这常寂光啊，啊，慧能大师他讲的六句话，那个境界是什么？是常寂光的境界。幕后一句话是讲的法界虚空界的境界。啊，你看前面讲的第一句本自清净，没染污啊，自性没染污啊。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头，甚至于都在三途里头，有没有染污？没有，自性永远不受染污。染污的是什么？染污是阿赖耶。啊，特别是莫那，莫那叫染无意。啊，所以自性没有染无，自性没有生灭，本不生灭。啊，那才是自己啊。啊，是自己的灵性啊，是自己的本性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本自具足。啊，这一句话叫隐。他具足，他不显。具足什么？具足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一真庄严。他本自具足。啊，本无动摇，
他从来没动过。啊，动就起现象，不动没有现象。啊，所以法界从怎么来的？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无明就是阿赖耶。啊，无明是阿赖耶的业相。啊，从业相就变现出一个转相，从转相就变现出一个境界相，这叫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啊，这个转变速度太快，啊，就是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。啊，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？就是多少个业相呢？啊，业诸位要知道。业是振动，现在科学里面讲的振动就是动。那我们这个一念，这一弹指有多少个振动这个频率呢？啊，他告诉我们32亿8000年，啊，百千是单位，百千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你看一弹指320兆，啊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啊，每一个念它都有一个物质现象，啊，你在一弹指所看到的这个物质现象，它是320兆亿的念头。那个形象累积在那个地方，哎，科学家用显微镜看到了，啊，那要是你看到一秒钟，它存在的一秒钟忽然没有了，那一秒钟是多少累积啊？啊，我想谈得快的可以谈五次，谈五次就是1600兆，你看1600兆的累积。让你看到一秒钟这个现象，啊，一秒钟就没有了，啊，你科学家能看到的，科学家没有办法看到，啊，一秒钟里面1600兆的那个他看不到，啊，但是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啊，我们确实很佩服，啊，他能够在一秒钟当中看到这个东西，啊，他知道无中生有，啊，生了马上就灭掉了，速度太快了，啊，转向就是信息，科学家讲的信息，啊，业相就是能量。这个波动是能量，啊，境界相就是物质，啊，所以他科学家说，这个量子科学家，这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，除这三样东西什么都没有，啊，那么在佛法里头，法相为实，这些大师们，啊，你看。他们说宇宙当中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阿赖耶，啊，也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，是唯识，唯独只有识，识之外全是假的，啊，就像万花筒一样，啊，万花筒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有三块不同颜色的碎片。啊，转动呢，这就是能量，啊，就是能量在转动，啊，你从转动里面去看的时候，哎呀，无量无边的图案出现了，啊，真正懂得哪有那么多，不过就三个不同彩色碎片而已，啊，我们今天就是看到整个宇宙的一真庄严，就是它在动。啊，它要不动的话，就变成三样东西。量子
科学对佛法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啊，按照中国的纪年，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三千了，中国人说的是3037年。啊，佛灭度到今天被科学家发现了，哎，说明法相中所讲的一点都不错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